大家好，大家好啊！这个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这一节讨论一下这个香港的大追捕啊，不是追捕吧？他已经抓捕了50多名民主派的啊、泛民派的这些领袖，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李鸿基先生长期关注香港，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中国要彻底把泛民看给赶走了？不是赶走，是要彻底抓光，这一点抓光。所以呢，我觉得啊，现在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得回过头来，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的呢下重手？前一段时间呢判了黄之锋他们三个，周庭，林业朗，判了他们三个。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谁呀、啊？这个黎智英呢，现在还在监押当中。然后呢，在过去的两天当中呢，突然派出大量的警察抓捕了53个泛民的这个，从这个议员到意见领袖，到这个学者，53个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件事情啊？我现在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哈、啊，这个观众朋友们先分享一下，这个是背景材料是什么？实际上啊，这个针对的他现在对他们提出的。这个指控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在去年11月份的香港区议会这个议员的选举当中，当时啊，这个泛民主派啊，因为有了反送中运动以后，大家呢产生了对中国大陆和当时的这个港府呢这个非常的不满，尤其是对这个特首林郑月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说 OK， 那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去区议会去选举，争取我们在区议会有最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到区议会的多数，拿到多数，大家记住，一定是他当时目标就是拿到多数。但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呢，泛民主派当时呢，泛民主派有好多的不同的阵营，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请了这个德高望重啊，因为当时在这个反送中的时候，战中运动当中呢，这个涌现出来的这个戴耀廷教授，当时呢就请他呢来作为一个调停人，然后呢他就组织了一个调停委员会，专门使得这个要求啊，这些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些候选人，谁想准备出来竞选，咱们先在泛民主派这个圈子里头啊，咱们先搞一个初选。初选了以后呢，我们再出去跟建制派，跟就是挺港府的建制派，跟他们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之间不分票，我们自己之间呢不自相残杀，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然后呢，这个呢其实司空见惯嘛，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头的正常的选举战略。所以当时做完了以后啊，这一届选举啊，空前绝后。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了反送中，有了前2-3年的抗击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过程了以后啊，这个应该说港府包括林郑月娥这个特首他们的这个做法啊，就是应该说真的要用这个四个字叫倒行逆施，他们得罪了香港人，得罪了几乎所有的香港人，连建制派的，连什么民建联里头的很多人都非常讨厌林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最后呢，港府这回出来投票的哈，有多少？香港总共有居民啊，香港的正式居民不算旅游人口，有730万人。结果呢，他叫合规格的选民啊，有413万人投票了。在这个去年11月份，当时呢，总共香港有1090名候选人角逐452个。这个区议会的议席，结果在这个18个选区当中啊，泛民主派大胜，赢了多少？赢了87%的这个议席归了泛民主派。结果这件事情啊，使得这个港府呢大跌眼镜，然后呢颜面扫地，尤其是使得习近平啊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给他的汇报是说呢，这个区议会选举呢是完全有可能是可操控的。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局势，结果没想到哈、啊，结果是大跌眼镜，泛民拿了87%的这个议席，而且投票创历史新高，香港民众有400多万站出来投票，投票率达到了空前的71.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中共中央非常紧张，他们意识到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下一步立法院的选举当中啊，很有可能会照样再来一把，然后呢这个立法院呢又会被泛民主派拿走，然后就是香港特区的这个行政长官的选举，在1200个选举的席位当中，泛民一定会拿到117个席位。所以这件事情啊，可使他们非常的害怕。害怕了以后怎么办？他们就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他们就推迟了这个立法会选举。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香港的议会要马上就应该选举了，推迟一年，而且说是无限期推迟。什么时候想选了，什么时候觉得你们都服了，我才开始开选举。那这个特首也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再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才会出现这回所谓的秋后算账。算什么账？算去年11月份他们的账。他们认为是什么呢？他们的逻辑是说，你现在搞的这一套香港民众，你们搞的这套选举制度啊，就是针对中共中央政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来挑战的。所以是什么？是煽动颠覆。这跟大陆是完全一样的了，煽动颠覆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要生活在民主国家，我们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太简单了嘛，对吧？自己这个民主派内部然后进行协调，然后呢最后呢去一致对外的这种方式，这个是选举战略当中非常容易的一件非常小儿科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中共这儿是绝对不能够做的。中共这儿所要做的，它的逻辑就是什么？你挑战我用枪打下来的政权，你就是要来拿命换的，而不是要用选票来解决的。这就是1989年当时六四屠杀以后，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站出来专门讲的，说你要是想拿到这个政权，你要拿2000到3000万人头来换，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你去做，那所有的人什么呀，都是要抓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过去一个月当中，这个他们 DQ 了，他们就是说四名这个当选的这个立法会议员，最后他们的这个资格取消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向大陆政府、向中央政府来这个效忠，对吧？所以呢，把他们取消了，然后引起了另外15名泛民的这个议员集体辞职。现在的这个香港立法会形同虚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只要不按照我的思路来，不按照我不支持我，那你就是非法，就是不能够让你来参选。那怎么办？我就要彻底要把你的根给你刨出来，给你刨出来。所以我说，就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就认为香港已经不是他的了。那怎么办？既然香港不是我的，那我就不在乎把它搞乱，对吧？把所有的泛民的这些人，只要你有民主思想，只要你要真普选，只要你要民主和自由的人，全部抓起来，然后出头的船子先烂，把你彻底打垮，吓退你。就像当年89年的时候，坦克上街，这个机关枪上街，然后最后杀了一堆人，杀了一批人了以后，换回了中国30年的这个所谓的30年的稳定。他要在这个拿这个东西在香港重演，这现在就是他的想法。因为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了他的政权啊，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权应该是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垮塌的这种可能。他是各方面经济、外交、军事各方面啊，都是有很大的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包括中共党内的压力。所以他现在叫做困兽犹斗。那针对香港，那就是不惜把香港彻底搞垮。然后呢，你只要不是我的，我就一定要搞烂你。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跟香港的朋友们说几句，那就是香港面临这样的一个形势，对吧？这么打压的形势，他把所有的这种苗头全部要杀死。那面对这样的形势呢，我们怎么办？对吧？我想呢，没有什么更多的路，只有两条路，就是黎智英先生所说的第一条路，我走，逃了，对吧？我逃了。但是香港能够真的能够走的人是极少数。
即使现在这个英国也好，台湾也好，新加坡也好，美国也好，对香港的有很多的人权救助的这种办法和法案都出来了，在欢迎香港的移民，包括加拿大，但是真正能够走的，能够下定决心离开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怎么办？还要留下来。留下来怎么办？当奴隶吗？肯定不会，对吧？经过了过去几年的抗争，我想大家已经都看到了，香港人不会屈服。那怎么办？我觉得那肯定就要抗争到底。那就像我们原来老说的，对吧？像水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像水一样确实起到了很多的好的作用，但实际上呢，像水一样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就是力量啊太分散，非常容易被各个击破。现在抓捕这么多的议员，抓捕这么多的意见领袖和知识分子、学生，这个过程就是在各个击破。所以香港如果要想真想做这件事情，只有一条，团结起来，联合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能够联合的力量。这包括什么呀？包括西方世界，我们香港本身的香港730万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另外西方的所有的民主国家，所有的支持大陆民主化、香港民主化的这些国家，或者同情香港的这些国家和人民，把他们都要团结起来，使得香港问题国际化，使得香港问题国际化，然后展开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性的这种事情，而且要联合起来做，绝不能说因为现在呢，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犯罪的团伙了，我们现在就拒绝做这件事情，或者呢，我们就拒绝跟大陆，我们现在就走香港独立的方式，我们拒绝跟大陆的联系，其实都是错的。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啊，是无本之末。所以一定要有，只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才可能有真正的香港的民主。这是我一直在呼吁的。所以我觉得哈，只有坚持抗争，香港才真正最终会有出路。而且香港啊，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香港民众的长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法治环境。这回香港的新版的国安法把它的法治的东西全部给荡除了。所以呢，这个独立的司法根本就不存在了。那这件事情，香港民众是非常非常的厌烦的。那如果是这样，那应该说泛民主派是绝对有香港民众的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合理性和未来的机会。另外一个，现在应该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个政府现在是岌岌可危的状态。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什么？应该要继续的抗争下去，而且后续会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今年的这个六四维园就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另外一个7月1号的传统的这个游行就是重要的时间点。我想还有更多的时间点，大家呢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找着机会就应该抗争，使得香港的抗争、街头的抗争不停息，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我先说到这儿。慷慨激昂，这么长，不是新说的这句。我觉得罗先生是上来对香港已经很悲观，你觉得还有可以讲的吗？看来，我觉得看我闭嘴，没事，彭涛先生先，你说你先。我差点只说很短，我的话说不长的，就这很看得出来抓这50多名这个泛民派的人士，当然是刚才已经谈到，是因为去年7月这个初选参加初选的人，这个如果因为他们的口号是35+更多，超过半数，这个有70立法会70个议席，他们要达到35以上，那么如果真正达到这个议席的话，他就是可以立刻那个什么弹劾那个港府的预算。这个瘫痪那个行政管理，然后向中央施压，当然对北京来说这是绝对的威胁，这就不允许的。所以说就这次这个北京这次行动，这几次连续的行动导致这个可以看得出，目的就是以后泛民不能进入，应该说不能再进入这个立法会了。即使以后有所谓的民选的人进入立法会，一定要得到港府或者中央认可的人，我想这是个趋势。而且确实刚才
文经谈到这个整个港香港社会仍然有很大的这个是民意基础，在现到现在为止也确实是，如果长期下去，在中国这个中共这个中央这个和港府的这种高压以国安法的名义下高压的情况下，各方面的打击力的话，我想前景确实我不乐观，我是非常悲观的，长此以往，该走的走到了，不该走的走，不能走的走不掉，最后就你就说，最后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香港的前景这个民主前景非常悲观，因为这个你通过只是这以后我想的话，像这个六十一年也好，很多很多活动都会慢慢的，变小，一个是规模变小，很可能慢慢就没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种香港的这个六四的这个维园的纪念活动，包括说七一的游行啊，其实也可以在心里面进行，也不一定非要走到街头，一定要这个产生正面冲突的方法来这个表达自己的意见。实际上香港人，我在珠海生活了三十多年，然后跟这个很多香港人打交道，包括在美国我有很多的邻居，他们从香港来的，都非常的谦和，非常的敦厚，而且这个就非常的务实，他们就是没有跟人去经常发生冲突啊，或者说这种念想基本上都没有。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边，像恒金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对，就是抗争啊可能要继续下去，就是我为自己的这个自由，为这个民主，为这个法治的这种生活，那么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想方式一定要跟过去有很大的改变，因为现在整个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最残暴的一个独裁政权，而这个独裁政权它之所以要置香港于死地，把香港变成臭港，就是因为香港这块自由的地方，它的法治精神，它的民主精神，它的不屈不挠的这些这个受过这个民主教育的这些人们，已经威胁到了北京当局的这种这个执政的这种信心。他是没有在香港人面前，北京的这些独裁当局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信心啊可以管制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是这个邓小平说的这个五十年不变，那么在习近平主席上台了这么几年之后，就已经发二十多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名字也被带到了头上。但这种情况下面，他们这些习近平主席也好，包括中国这些官员也好，他们自己也知道将被写在这个历史的史册上面，将是一些非常黑暗的这个名字留在这个历史上。但是他们还一定要坚持这样做，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对香港这个地方有多大的恐惧，也知道香港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包括过去从改革开放，那么香港是外资里面占了第一位，对中国资源是最多的，那么很多经济上的发展是从这个地方，很多文化上的这个启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电视机很小，在楼道里面我们放的要看这个香港那些这个联系的电视剧啊，通过这个香港的这些歌星也好，听邓丽君的歌曲也好，还有这个当时转播一些这个体育比赛，那么都非常的这个对我们这个当时的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启蒙的作用的。那么通过香港这个地方，有很多国外的这个媒体，包括声音，全世界发生这些事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得到很多的向内地的一些传播。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正是因为它是这个一个重要的民主的这个桥头堡，是一个自由价值观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才成为这个中共政府的这么一个眼中钉、肉中刺，比欲去之而后快。那么它会使很高的这个压力来带给香港人民。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香港人民在抗争的形式上面，在心理的承受状态上面，就一定要有所改变。要跟过去不要跟这些独裁者有正面的这种冲突啊，不要跟豺狼去叫这个去跟他去角力，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就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吧？
我想香港人一定有这个非常好的智慧啊，非常这个良久的耐心去赢得最后的这场胜利。那么同时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命运跟大陆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跟中国的这个民主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中国大陆实行了民主化，香港可能才会同时得到民主这个自由的这种生活。所以在这种前提下面，我希望就是香港人不要再去提那些不务实的那些口号，什么香港独立了，这些根本就是完全都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在香港也得不到很多人得不到支持的这种口号，就不要再去把它再重新提起。还有就是在这个刚才说到的，在行事的方法上面，在处事的方法上面，在抗争的这个各种这个心理准备方面，可能要更加充分，更加多样化，更加这个有贴心的准备，这样可能会起到好的效果。祝福香港，祝福香港人民。我想就是香港在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一定是与中国大陆联系在一起的。谢谢。香港这个不是说他应不应该抗争，他会抗争，他必须抗争，因为大家不满不服，对这个港府的压的施压和对这个什么以国安法名义这个强行那个把那个这个什么合法选举的议员都逮捕起来，这个就说大家不可能承认这个，不可能承认这个事实。就我因为就说香港人必然会反抗，不在他应不应该反抗，而就我们去劝香港人去跟他们指出方向，我这是很幼稚的一种行为，也是台湾民意一开始出来就说哦，我们成了那个救世主了，以后中国就要靠这帮跑出来海外民意这帮人士去救中国去了。这个观念是共产党的意思，就是当救世主的意思，哪里有压迫就有反抗，这个是共产党说的，应该也是事实。你既然有压迫，他就又有反抗，但是有个条件，反抗能不能成功，是自己的空间有多少，让你允许你反抗的空间有多大。之所以比如说在共产党以前能够起家，是因为那个国民党社会，尽管它是威权国家，威权制度，仍然有空间让你反抗，让你有空间可以反抗，有松动的地方。而且他那个这个国民党这个威权，他不是可以完全一手遮天的，他还有这个公民社会，他还有士绅阶层在制约他，还有很多这个什么那个是经济界和民间的一些那什么社会在控制的，在还反对党，对不对？而现在香港的状况就不一样了，中大陆已经把香港也就说明完全逐步的就是走向一国一制了，不会搞这个就做一个两制，只是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不可能是一个事实。就说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少。现在我们看到在一系列的活动一些行动，对于国安法这个是实施以后，空间会越来越小。就说这个空间让你自由活动的空间越小，你的反抗也就越来越少，也就可能就越少，越少。大的情况就我们大的情况就这样。大陆情况就这样，胡文的时候那个还有茉莉花运动，尽管也被镇压，被那个驱散，但是他还可以兴起，就外面还有民主党建立等等。但现在你根本就是大陆，你不要说阻挡，不要说你搞什么茉莉花运动，你什么运动还没起来，他就把你弄下去了，因为他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这是空前的。高以前还没有高，现在通过高科技的方式，到处都是摄像镜头，到处都是人脸识别。那个这个数字的控制，你根本就不是就没有就说反抗的空间，香港以后也会是个前途，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说香港人是一定会反抗的，只要有反抗的空间，那反抗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你想反抗你也反抗不起来，这是个前景。好，谢谢。那么请大家听一听陶家先生，他当然是非常熟悉香港的事物嘛，他很详细的，其实他也几乎是重叠了李鸿章先生的这一段的这个民主判的整个过程的一个描述，为什么要抓捕这五十几个人那么这个当然在他认为西方用西方来救香港其实是天方夜谭。好吧，你们听一听陶家先生是不是这么讲的。
讨论一下香港的问题。香港这个问题吧，没有引起西方特别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震惊的，因为美国的这个事情太大了，几乎成为全世界的新闻，被占据了。就是香港突然有50多名啊，这个民主党人突然被抓了，他们为什么要是下这么大的手啊？这种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把这一颗整个民主党全部给毁掉？香港就从此以后就不要搞什么民主党派了，对吧？就我向各位报告这个事情的啊前因后果是这样的。自从这个反修例啊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派的势力啊就壮大了不少。尤其是这个2019年11月的区议会，民主派跟这些年轻的啊这些有时是本土势力啊就大胜。大胜以后呢，这个2020年的9月不是立法会选举吗？那么在2月份的时候，就有几个反修例的年轻的示威者代表就开个记者会，就讨论我们如何能够乘胜追击。那么发现乘胜追击的必须在9月的立法会70席拿到35、啊、然后这个拿到35这个本来呢是合法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过了两个月以后啊，这个发起反送中运动的香港的这个知识分子，香港大学法律教授这个戴耀廷先生呢，就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苹果日报上，说我们不管要拿到35以上的议席，拿到以后我们要准备进行完成这个蓝草十部曲，我们拿到这个议席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否决这个林郑月娥政府交上来的财政预算啊。而且呢，这个有一位公民党的杨月桥更补充说，我们拿到35席以后，特区政府交上来的任何法案我们都将会否决，就让你林郑月娥无法执政。无法执政的话，那你就得要解散这个立法会，我们再选。那么然后呢，我们一定乘胜呢啊，又成了个大多数。然后这个戴耀廷呢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啊逼着你中央出手，把我们这35个议员都抓起来啊。他是准备这样抓起来以后呢，就会激发起西方对香港展开全面经济制裁。好了，你这个蓝草十部曲呢，这个中国认为你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行动纲领，是不是？但是即便是这样，那是发表在5月25号，所以呢到了6月份，这个国安法出笼了。国安法里头呢有一条是写得很清楚，不管是要这个制造分裂，用武力以不非法手段瘫痪特区政府施政的，这个也算是违反国安法，是不是 啊好了。那么到了6月30号，戴耀廷就说我退出这个纲领了，因为他怕了。但是退出这个纲领呢，国安法去年7月1号生效了。但是有些泛民呢照样在7月11、12号执行一个叫民主派的网络初选。那你这个网络初选呢本身是合法的，但是现在中国跟林郑月娥就把你这个网络初选试水温，准备在9月参选立法会拿到35席这个行为，跟你在7月1号这个烂草十部曲把它给扣起来。但是没想到到7月底林郑月娥宣布取消这个9月立法会选举了，那所以这个初选也就没有意义。但是现在他来算账，就是说你7月1号以后，虽然国安法以后生效，你这个初选就是在执行戴耀廷十部烂草，你这个目的就是要瘫痪香港特区政府这个有效执政，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现在我们这包括在行政会议里头的汤家华就说，这样说法比较牵强啊，因为呢
基本法只是说用非法手段来瘫痪，但是戴耀廷提出的每一步这个否决财政预算案啊，否决法案都是基本法容许的。好了，这个就变成你是从普通法来看，还是从中共的那些你行中国的眼中，你这个行动纲领目的就是要瘫痪特区的政府施政。而且呢，七月以后你这个你泛民举行的网络选举正在执行这个行动纲领，所以呢，就把所有曾经参加过这个选举的50多人加戴耀廷全部给抓起来抓起来呢，那现在也是保释候查，也没有立即加以控罪啊。所以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目的在后面会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香港未来你这种比您他到底是目的是什么？行动纲领是达不到的，因为后面是天方夜谭啊，西方政府不会因为你这个拿到了35席瘫痪了这个特区政府施政，然后就被中共那些人中国政府或者是特区政府抓了，然后对你香港进行全面的经济制裁，让香港死亡，这个是天方夜谭那等于是说这个明末清初啊，有一些明朝的这些遗臣呢，或者是读书人，什么黄宗羲啦、王传山啦，他们来拟就一个反清复明的纲领啊，我们到处去联络这个义军呐、然后反清复明，那几个破书生啊，你能够那个时候能够啊，举起这个义旗啊，把这个康熙、顺治这个康熙、雍正的这个铁桶江山给推翻？不可能。但是从中国的眼中，你有这个纲领，你已经有这个意图，是不是？你有这个意图呢，就全得给抓起来啊。好了，那么你现在这50多人会造成怎么样呢？这个结果呢，就是说今年9月份还是要立法会选举，那么肯定呢就造成以后这个泛民全部出局，他们的这个历史这个作用就完了。那么中国跟政府跟那个特区政府呢，想再造一个所谓的忠诚反对派，想要这些爱国的左派的亲中的这些民建联呢，他自己留在立法会啊，对这个未来的特首是继续进行共产党认为可以容许的监督，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监督是什么？我们可能是什么民主党派啊，这些花瓶这样，我们现在不知道。那总之肯定是泛民呢就已经出局了那您觉得这些泛民是吓唬他们、威胁他们，不让他们参与选举，还是说呢为了会带他们判刑？我估计这个50多人会判几个，到最后判不判刑就会推给法官法官现在心里骂凉，因为法官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么样判抓这50多个人比较牵强啊，说不过去，所以呢就没有暂时没有进一步的起诉行动。但是我想为了要对上面交代，总是要告10来个，其他的会我估计会放一半会告呢一半，这个呢难免的啦，因为这是政治任务嘛，是不是？控告了以后，当然那个法官怎么判，那看看有没有司法独立了，那就下回分解了，就等于黎智英这个事情了，是不是？黎智英现在情况怎么样？不就关在监牢，等到这个2月1号出来，在这个终审庭再审他这个保释的问题OK,